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，决定于2020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。普查的对象是普查标准时间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，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。普查的内容包括姓名、公民身份号码、性别、年龄、民族、受教育程度、行业、职业、迁移流动、婚姻生育、死亡、住房情况等。普查的标准时间点是2020年的11月1号0时。